我们的荣耀。王啊，别为这些可悲的部族浪费时间，他们玷污了我们的珍贵遗产。魔谷不可能取回属于我们的荣耀。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，就连你们献上的守卫都挡不住这些低等的生物。重新，不，证明你们的价值吧！解决这些入侵者。把他们的头颅带来的部族将会获得我的恩典。哈萨科会让所有人看看，为什么我们才是真正的魔谷。这一点，卡杰许部族会展示出强者才有资格替王效劳的声音。最强的哥萨恩部族会让你们这些想要权力的家伙知道，为什么我们才是王身边真正的勇士。
谁让外来者进入我们的殿堂？只有哈萨克或卡杰许部族会做出这种背叛的事。只有葛萨恩的疯狗会为他们自己的失败指责别人。你们的部族嫌疑最大，一定是你们。格萨恩部族说的对，只有不讲道义的哈萨克部族会使唤低等种族，你们一定是叛徒。剧本写的不错，但骗不过我们。你们的部族显然已经勾结，为了王的荣耀，为了我们的祖国，你们都去死吧。目标，阻止他们。
谁？又是来窃取我王冠的人，真是弱小啊！最后一批，那长弓斧头的厉害，弱者们，我的力量没有止境。就是你们的权利。